乜嘢紧要得过条命？六三七三零六三九，冇人听。医生是尊严，但是有些事我们控制不到的。病人条命在我们手里，关乎生死。你当我这么多年差，几时听过出来行的爱兄弟不爱黄金的？看人跪低啊！对林强，他不死我们死。你根本就不知道你的情况有多严重，我这样做都是为了救你。你不是不知道你差佬做了什么吗？他落我水了。